基本法上针对行政院所提的纾困贴片条例规划而追加1500亿贴片预算，本总经费上限变作2100亿，进行超额打合。我国民党希望取消本民众的千亿现金纾困，提案贴片预算总额图来过的3100亿。经过讨论，各党团建议达条表决，希望做得比较更为完全三妥。立法院21针对纾困条例修正草案作表决提案，国民党肯定主张做得便利2000亿元来派付发现金。不过，民进党立委迟到行政院推出的库房钱后，做得带动消费。民党一直主张就是派付发现金，发现金真的很快。我们今天院会通过的话，你可以想象，应该礼拜五我们就可以发现金。振兴券的发放，就是用这种方法，认为比较能够促进消费哈。那不要忘了。事实上，我们的各行各业真正需要被纾困的各行各业，都有拿到现金补助啊。另外，对民进党修正同意讲，做得困住钱嘅情形，预算做得在国增加最多2200亿元，总共会有4200亿元。那位批评呢，从政搞嘅中央，把在每位把到很下多，对呢部分有微博转起讲，呢系超前安排，做得不纾困做到最急。需要增加为4200亿，真的如同儿戏。为什么说它如同儿戏？到底为什么要增加2100亿？也没有经过审慎评估，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决策超级夸张，如同防疫一样超前部署，到时候就不需要。好，如果到时候立法院休会了，我们又要再召开临时会，或者到时候立法院的议程耽搁了，结果我们的纾困院振兴无法到位，我想这都实在是不是人民所乐见。纾困条例修正草案系讲21就做得完全三读，24行政院长苏贞昌就做得协议发展报告，最近5月初8就做得通过1500亿元嘅对价贴片预算。下个新闻，汪若孙、齐荣子、千明日特别报道。